就是先录制大乐透下载，然后改成批次，两个变数，然后呢再来就是加了一个自动调栏宽，然后删除列。所以如果你要，当然因为这个其实可以不用做按钮啦，不过我是觉得就是把它分开让大家知道一下。假设我把它删掉，我其实还可以再写一个删除范围，然后按下它，它会自动的，当然我没把那个删除列先给拿掉，好，啊，我们就独立出，因为这边每一个都有每一个列，然后我可以怎么按下一键，它会把我把底下的那个多余的列全部都拿掉了，所以没有了 ，OK。不过而且它瞬间啦，你刚刚没感觉啦，不过因为已经做完了，那 VBA 厉害的地方就是瞬间帮你全部处理完的，好，那感觉其实还蛮棒的。好，不然的话你真的就慢慢弄了，尤其你资料量越多的时候越痛苦，哇，因为做不完齁。那但是做完之后还有再来就是把这个变成什么呢，六个号码，好，然后把这一栏干脆把它删掉好了，现在没有必要保留。那我们怎么做齁，这个先拿掉了，这个等于是示范一下，这个变成六个。那我的做法是这样的齁，我在云端上也有给各位参考，我的做法是就是底下资料剖析这一部分。第一个呢，我是利用录制聚集的方式做，因为当然你也可以用 VBA 来写，不过用 VBA 来写相对的比较可能困难一些些。那资料剖析大家都会用，只是说你要把这整个流程变得很顺畅的话，我先把这一段其实做最后做完就类似像这样了。我先把这个 demo 的结果给各位看一下，做完之后的结果，我们就直接来这边先给各位看一下。假如说我在删除列下面又多增加一个资料剖析的话，然后我们剖出来，大概是这样，我先run一次结果给各位看一下。基本上它我上面都有注解啦，先游标放在 D1， 然后做什么呢， D1 输入1到6的编号，所以基本上1我是 range D1.select，然后这个地方就输入一啊，意思就把旧的盖掉，然后呢再把它向右怎么样，向右填满，填满之后就是1到6，意思就是说这边有1到6号，好，然后我做什么呢，再把资料剖析过来，然后帮我把这边的六个号码自动放成六个栏位啊，再把这六个栏位自动调栏宽一下，先 demo 全部给各位看一下，最后做完类似像这样子，1到6号呢就全部做完。但是呢这个栏宽齁，所以最后做完就是多一个特别号，特别号本来是在右边，那我没有调整啊，其实最后其实还可以再做一个啦，栏宽自动调整一下，这样会更好，或者甚至这边全部都栏宽调整，也会已经调 OK。 好，那这样子的话呢我该怎么做呢齁，基本上我在云端上有那个步骤，所以我们按照步骤来做啦。那我 demo 一下给各位看一下，所以一我把这一段程式再把它删掉，我们重做一遍给各位看一下。这边比如说我今天呢希望我要做刚刚那个动作，那特别注意因为这个是不可逆的，所以怎么办呢， Ctrl Shift 向下让它重新再跑一次好了，就是让它重新产生一个新的资料，批次也删除列好了，好，全部再帮我产生一个新的。那产生一个新的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开始录制那录制的步骤请各位尽量参考我云端上面那个步骤了然后呢我们直接来看一下，一先录制聚集，然后呢把那个名称加上去，叫这个名称，我想你叫其他也 OK 啦，我叫资料剖析，直接用这个上面的名称按确定，好。二的话呢，游标放 D1， 它会多一行叫 range D1.select， 所以特别重要，你游标不能直接就放 D1， 不然的话，你再怎么点，它不会产生那一行。二的话呢，直接什么输入一，意思就是说这个 D 栏里面放的是一号，然后呢向右填满，所以按 Ctrl 键，1、2、3、4、5、6 ，OK 到6。好啊，它应该会自动 auto fill 帮你填上去齁。1到6 OK 了。再来的话呢齁，我们就是游标再放在这个 B2, 因为我要剖析的资料是从 B2 到它的最下面一列。所以记得这边可能要用 Ctrl Shift 向下，Ctrl Shift 向下选取。
把你要剖析的资料选起来。好，记得不是选整栏哦，因为如果你选整栏的话，那它就会怎么样？连那个上面 B1 哦，也帮你剖析啦。B1 不用剖啊 ，B1 里面是栏位名称哦。好，那再来做什么？资料里面的资料剖析。那他会问你说，那你这边是按照什么方式来帮你剖析呢？哦，我要按照的是分隔符号。哦，下一步，分隔符号里面呢，你要按照什么呢？哎，逗点，刚好他预设是逗点。下一步，在最后一个问题，他问你说，那你最后你要把这六个号码剖析到哪里？帮我剖析到 D2。OK。他就帮你怎么样，从D2 一直帮你排列到，反正六个号码就剖析六个栏位。好，这样的话就完成了。那最后呢，就做一个动作，把 B 栏怎么样删掉，就完成了。 OK， 我们大概就是做完这些动作，然后呢做完之后呢，再把它跟刚刚的批次大乐透下载，然后那个删除列，把它全部串在一起，就可以一键完成了。所以最后做完之后的话，还有自动调栏宽的，不过我先把它那个录制先停掉，停止录制。停止录制之后的话，你会发现呢，它会帮我在这边有一个要这个编辑一下，它会放哪里呢？不过理论上，它好像会另外放一个新的模组哦。它本来应该是印象理论上应该放下来，不过它没有，它另外再帮你产生模组二。但如果你不喜欢它这样，你可以怎么样把它剪下来，搬到模组一里面，放到它下面，可不可以？也可以啊，这样的好处是放一起啦。如果你要分开没关系啊，这个不影响哈。我是建议你干脆先放一起好了，把它移除掉。OK， 然后呢，最后呢，你只要做一个什么？在这个下面多一个叫资料剖析好了，三就是资料剖析，然后剖析完之后呢，再去做自动调栏宽，因为剖析完之后可能还在做一次，所以你不如就是然后这边的话就打一个 call， 也就是说呢，你的聚集也可以用 call 的指令帮你怎么样呢？做那个然后这边的话把资料剖析这边把它复制过来，这样就 OK 了。所以基本上就是下载完删除列，再资料剖析，再自动调栏宽，这边把它改4好了，好，完成。我们验证一下，所以如果我希望看到结果，就是要的那就开一个新的空白工作表，然后呢再到这边直接就是，直接是就是执行这个把它执行，它会全部下载、删除列、自动调整栏宽，感觉应该 OK。顶多是说，你如果要让它更完善的话，你就是直接怎么样，再增加一个什么呢？删除资料，有没有？删除资料就 range A1 到它最下面一列 ，delete 掉，这样子。所以可能有两个按钮了，一个是增加一个什么呢？就是让你什么批次那个下载大乐透，大乐透下载。另外一个就是清除旧的资料。这样的话，如果有新的资料呢，你就可以怎么样，全部把它下载了。按下它，全部下载。OK， 好。然后另外的话呢，再增加一个按钮。不过那个按钮的话叫清除啊，我们其实也可以。在这边的话就是程序叫做清除，这个我想之前有写过啦，我就大概写法就是 range， 然后我们可以用什么呢？从 A1 齁，假设我要全部清除的话，或者你干脆不用了，你干脆这样用那个 sales 齁，指的就是这个工作表里面所有的储存格帮你怎么样清除的话，就是 clear contents 好了，里面的资料帮我清掉，这样子写哈，就等于是里面的资料全部清。我们试一下 sales clear contents， 有没有全部清掉了？那最后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一个再复制贴上一个哈，那这边的话就是再去指定那个清除。
好，这样就大功告成了，哦，然后就按下它，哎，出来了，好，哦，不过因为它从那个网络上下载，它在清除，不过会有个问题哦，你会发现按钮会动哦，有没有？对，所以如果你将来哈，哦，假设你不希望有没有，不希望按钮乱动的话，按右键，物件格式，里面的话有个摘要资讯，大小位置哦。大小跟位置哦，有没有随储存而变哦？改成什么呢？大小位置不随储存格而变，按确定。好，试一下，这样应该就完美了。好 ，OK。所以你会发现哦，一系列的，如果会的话，真的很快啊，两下就做出一个功能了，感觉好像随时都有一个新的东西产生。按下它，网络上如果 update 了，哎，按下去自动就有了清除。好 ，OK。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了，那刚刚的动作哦，细节部分哦，一先根据资料剖析先录制，录制完之后呢，可以把它搬在一起，跟那个这个删除列放一起，然后最后的话呢，就是用 call 的方式哦，再到这个下面去加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好，试一下。那有些细节齁，因为可能有些比较是连贯性的，假如有些细节如果一下没办法听懂的话没关系，我会把它录下来啦。我建议回去齁，你就是自己再找一些时间齁，一定要就是再把你不会的部分齁再反复听过啦。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自己动手做一遍两遍，甚至是找一些网络上的资料，可能跟这个大乐透有点关系，跟你工作上有点关系，反正你就是去练习。那有问题的话呢，当然也欢迎你们可以提出来。然后呢，也许反正就是见招拆招啦，有问题其实都是可以被解决。其实只要是滑鼠键盘能做的 ,VBA 都能够帮你全部自动化。这个我想也是目前大家都需要的啦，因为这个自动化效率第一个要提升，你才有办法再讲到下一阶段什么 AI 人工智慧跟那个所谓的大数据分析，所以这部分的话当然有一个阶段性的。